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今天这个扬言扬语节目带大家来到敦煌广场的新开的 Stage Lounge， 然后我们今天呢很开心有这个一线巨星陈升到这边来做 live 的演出。那今天这也是一个歌友会，这个歌友会今天你看到这个情况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了。那我们现在这边有三位的美女，在我们的社区的美女，在今天在这边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自己是谁，然后你们的今天的感觉是怎么样？很喜欢陈升啊，然后很高兴说今天 Sage 有这个机会能够请陈升来。那我希望说修顺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请一些台湾有名的歌手过来，那大家都开心。今天很棒，大概有200个人到现场，大家都非常的享受陈升的演出，然后新宝岛康乐队这一次带给休顿一个视觉震撼，真是太棒太棒太棒了。陈升我好爱你哦，好棒哦。 Houston people yeah rock here rock it all night long。 好，那我们现在看他们的反应就知道今天的演唱会有多热烈了，我们期待礼拜六的演出更精彩的演出。好，谢谢大家。